嘉豪，嘉豪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我跟东平在一起，我也是很心痛，但是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你昏迷了这么久，东平又对我这样好，但是其实我和东平都一直在帮助你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去体谅我们呢？嘉豪，嘉豪，你明白吗？我和东平一直在帮助你，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我们？你在说什么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难受？你知道吗？我心里多么难受啊！你要我感激你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是我老婆啊，我最好的朋友苏东平，他出卖我，你还要我感激你们？你做什么？你出卖我，我最讨厌就是人出卖我。我要烧死你们！我烧死你们，把你们给烧掉！烧烧烧烧！烧啊！我把你们给烧掉！出卖我！我要把你们给烧掉！